所以我们这一个场景到了一个，所以我们这一个场景到了重训的训练中心，那我们直接用我们自己的灯光来打，超级有氛围。那我们这一个场景，到了一个重训训练中心，那我们这里就是来，我们这一个场景到了一个重训训练中心。